我等级这么多，先把我的装备修好。哇，修好装备只剩19级耶，这个耗损量也太大了吧？那把一些不重要的东西先收起来好了。耗损量也太大了吧？话说这个黄色幼桃到底有什么用啊？不知道，收起来。秋风冬停停，心臭臭，烧烧木炭，终于有一组多一点点的火把了。冬停停，心臭臭。哎，这年头火把怎么这么珍贵啊？走这里吧，对不对？这里有一条那个全部都被藤蔓遮住的道路，遮得很彻底。应该是走这里。对对对对对，我刚才就突破到前面一点点。哎，这里。没有火把就撤退嘛，好，只是盗贼而已，我连那个城堡都打碎了，盗贼没在怕的啦，赶快把你的生怪砖挖掉，往前继续努力。哇哇，这里好多好多好多生怪箱，趁他们还没生之际，就直接把你弄掉，继续挺进，嘿，他们开始生了。哇！等，超痛，超快的！你们一定要射这么快吗？你们可以射慢一点。这射爽的是不是？哦哟，撤退了一点，让他们不要射这么多。刚刚那里也藤蔓，太多藤蔓了，我又打出一本附魔书嘞，很少之力。这里偶尔会掉一些附魔书出来。我要进去把他的生怪箱先挖掉。哎，不要再射了啦！金苹果吃，哇，这个是什么？耐久哎、欸，耐久的那个叫什么木剑？我现在有钻石剑，我不需要拿那种东西，好不好？走开！我来把这个生怪箱，我已经挺进到最里面了。哎，挖爆了！好了，不要再射我了。到底是从哪里射过来的啦？盗贼最麻烦的就是这个，不知道你们在哪里射。烧啊，你烧啊！你在那边不过来，我就过去好不好？我现在这把剑比较强，没有这么害怕你了。想当年你可以偷偷射死我，现在不行了哦。这里竟然有一把，哎，我走出盗贼之身哎、欸，啊，竟然还有路哎、欸，前面是什么东西？啊，这里，哇、哦，这个盗贼之身这边是城堡哎、欸，哇哦，我看一下这下面写什么字，这里是工业城，建议你啊不用再看建议了啦，我已经是最后来的了。这个是什么？等等！哦呦！哎，他们得我下马威哎！啊，下马威哎！我的天哪，我是不是应该绕旁边？那个马上就有一大堆那个什么烈焰神来了！哦呦！我挖进去，里面是空心的。这样就安全多了嘛！哦哟，打什么鬼啦？真的是不想跟你在那边打来打去啦，从里面进去啦。他那个生怪箱在哪里？哦哟！等一下！我错了！我竟然开一个洞，马上就被打了。我错了！这里有点恐怖。我是要找他的生怪箱啦。哎，在这个角落。挖掉了，好不好？我就这样子，每一次都从角落，从里面。这个角落竟然没有生怪箱，不可思议。那这里挖完了，那要去另外一个咯，这边涂完换下一个。哎咻，一次一个，赶快挖进去。哎咻，挖进去。好了，没事了，补起来。我在到底在干嘛、啊？这种小人举动有没有？
从内部破坏。我记得孙悟空最强的招式就是，化什么，常常那个引诱妖怪把它吞下去，吞下去之后啊，因为它有金刚不坏之身，然后就在人家的肚子里面作乱，有没有？嘿嘿，这一招好用好用，就在你的肚子里面作乱，把你的内部都挖掉。这个没有，好用好用。好，然后这里处理掉了，那我要去另外一边了。哦呦哦呦，来走走走走走，换这边，都从后面来。哎呦哎呦，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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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要挖进去，不要阻挡我。走开走开，你们走开，你们太夸张了，等等，我要先绕跑了，你们真的太夸张了，我们人都已经退出来了，被工业城打出来了，再回去一下。工业城好恐怖哦，没有办法内部破坏，而且我看到头上有一个叉叉，这个都先射死好了啦，射死他，没有了齁，再来一次好不好？你们不要这么凶好不好？那个没有必要这么夸张，没有欠你这么多钱，一样从内部破坏，耶，破坏掉了，内部破坏正好，补起来补起来补起来，让我可以在里面先喘口气好不好？你们夸张至极。夸张至极，我现在可以大摇大摆走在里面了吧？夸张至极，还不行还不行，夸张至极，等等，这个不行打了不行打了，我觉得还是从这里挖好了，这里挖得到吗？也挖不到，再靠近一点，挖到了挖到了挖到了，嘿，就是这样嘛，不时的躲在里面，谁要跟你们正面冲突啊？谁要跟你们正面冲突？你们想打我还不想嘞，你们有没有问过我想不想跟你们打、好了，秋风又要突进了，突进突进，挖进去挖进去，哎咻哎咻，挖进去，又被烧到了。我的其实每一次烧我的防具就损一点损一点损一点，现在已经几乎快不堪使用了，你们再这样打下去，我的防具很快就不堪使用了。先把你的生怪箱挖掉了、我记得这两个角落好像，等一下，你怎么在里面？你什么时候跑进来的？你怎么这么厉害啊？你什么时候跑进来的？秋风一直突进突进突进，哦哟，剩这里剩这里剩这里，哇哟，哦哟，好多好多好多、我前面四个堡垒已经攻下来了，大概要现在要攻城了，有没有？上面很恐怖耶，要攻城了。先把外面的先射掉。我去我去，这里有几个告示牌耶，我哪有时间看啊，先冲上去挖生怪箱才是重点。我去我去我去，先攻城攻城，这里有苦力怕攻城。等一下，哦呦攻城，等等等等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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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女巫女巫，退退退退退退，先退，攻城失败退，攻城失败，女巫走开走开，不要再喝药水了好不好？好了好了，射死女巫，拿着稿子冲进去了，又升了又升了又升了，哇，你们真的是夸张哎！先挖掉一个，再来两个，死都要挖，有没有？三个，等等等等，这是什么？好痛好痛好痛！哇，先走开先走开，我先抢下这个小房间。这样才可以。哇，这不是盖的。攻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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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秋风正在攻城啊，攻城堡中，哎。秋风冲哦，来到这边对面这里，我记得有一个先封印挖掉，好了没事了。看箱子里面，轻盈保护爆炸保护二，好了，我把鞋子换下来，
轻盈爆炸保护，强力火焰，强力冲击，红砖头要干嘛？粘在背上吗？应该不是吧。先把这些东西先放在这里好不好？好了，我们继续往上冲。这里，这里有什么？这里有什么？这里有生怪箱，要爆炸了。这里突击失败了。哎呦哎呦，等等等等等等，先挖掉火力霸生怪箱。哎呦呦，要爆了要爆了，他把东西爆出来了。好，先吸回去，先吸回去。哎，等一下，我的盾牌没了，快跳走！不，我的盾牌。哎，我怎么在这里重生呢、啊？哎，这样子死掉，又不晓得有多少东西被喷到火焰里了，那就捡不回来了、欸。希望重要的东西没事，好不好？哇，这里的战场好激烈哦，到处都是火焰哎、欸！赶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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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吸一下，赶快爬上去。我这刚刚是要从哪边跳走？哦，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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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像有很多东西在地上哎、欸，而且我那个很重要的东西都要吸回来，这些重不重要啊？还有一些喷到下面去哎、欸。把神剑换上，这些不重要的先退散，好不好？这是食物，我有多带一点食物来。火把，哎、欸，火把没了、欸，没有火把要怎么办？对啊，没有火把要怎么办？不管他了，冲上去了啦，我们冲哦，苦力怕来炸、哦！哎呦哎呦，他真的要炸了！哎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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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啥啥的，挖挖掉了，挖掉了，挖掉了！哦呦哦呦哦呦，你们很夸张哎！好的，秋风再来一次，再挑战你们一次。哎咻，射我射我射！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，我听到好多声音哦。我射在哪边啊？这么高哦！哎，这样射不到了。还有吗？还有吗？我还很多哎，要从左右边分别来了，不能。不能从同一边硬上了，这边来玩，来这边挖掉你，左右边，左边来玩，来右边，这个，这个，这里面有东西吗？哎、欸，有苦力怕，哦哟，这里面竟然会藏苦力怕、欸，哎，太邪恶了吧！这里面竟然藏着苦力怕，我等你一刀一刀一刀，来了。挖掉生怪箱，看里面有什么。哦，又是神剑，怎么这里的神剑这么多啊？每一把都神剑，有没有？到后期了吗？什么都神剑，这个我有需要打吗？好像也不需要吧。哎，等等等等，好像没有特别的箱子，我也不需要这么拼命吧。哎哎，好了，那就随意咯。我。哦呦哦呦，这里是铁砖呢，铁砖挖走好不好？挖走、哦、挖走，竟然吸不起来，那我们退散咯，这里没事了齁，我可以去看告示牌了齁。那个虽然上面还有两个生怪箱没有处理，可是应该不是很重要了，他应该不会骚扰我了吧？他说什么？你没有足够的力气破坏这扇门。什么？也许你应该有特殊的工具啊？什么东西？特殊的工具？这个不够特殊吗？难不成要直接挖爆它？我天哪！我哪有钻石镐啊？我打了这么久也没看到钻石镐啊？还是在这个塔的顶端有钻石镐？所以我还要继续挖哦。好像也整这样了，我来内盾，盾在里面，盾在墙里面，先把这个生怪箱，哇，这里面竟然有人藏在这哎，我想不到你们也知道内盾哦，这里生怪箱好像在这，哎，挖掉，这两个都挖掉，看你哪来的生怪箱，应该没了吧，哎，为什么挖掉生怪箱之后？他还这么多只啊？难不成还有剩下的吗？
不太合理哦。感觉上面好像还有哎、欸，不然为什么还这么多？啊？还有三块箱吗？滴咚，滴咚，我以为打完了哎、欸，想不到还到处都是。好了吧，射完了吧，没了吧？哎、欸，这里，这里，我看到这里好像有一个箱子，应该神奇的工具就在这了。嘿嘿嘿，来了，我来了。你看这些金砖，我都没兴趣了、欸。金砖没兴趣。这里，哇哇，嘿嘿，等等，这个套装好棒哦，让我慢慢看一下。而且他们从这里冒出来，下面是有生怪箱，是不是？有两颗金苹果啊，神奇的棒棒两根。先把这个还给你，神奇的棒棒两根，跳跃提升。回复药水啊，先喝下去了啦，进度完成呢。哦哟，真不赖。好了，喝完还给你，好不好？神奇金苹果，哇，这有两颗，我是不是应该要试吃一下，看到底好不好吃？这些骨头这些我都没再用哎、欸，然后把这些东西又比较好吗？穿在身上加八哎、欸，消失诅咒的套装哎、欸，钻石套装消失诅咒。啊，没有身上的好啊！啊，我的钻石套装是有保护的、欸。你除了消失诅咒，好像没什么好处哎、欸。不过把你东西也丢进去啊！我本来是想要稿子之类的东西的，欸、居然没有哎、欸！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没有嘞？而且它有些怪是直接从地下冒出来的、欸。哦哟，够恐怖！哎、欸，炸出来了，原来是这里！哇，死了！你们走开！哇，原来是在那里哦，我垮掉啊！苦力怕炸出来的，他们被自己家的肚鱼咬、欸，哎，太巴西了吧！好啦，一只一只等你们死啦！我射，哎、欸，等等，不要冲动，苦力怕你不要冲动。还有肚鱼吗？没了吼，没了，我要去挖生怪箱喽。我挖，走开，还要来吗？走开，还有几只，走开。哎咻。哎呀，哎呦，越爆越多啊！哎，走不了了，我拿着，来不及拿！哎，来不及滚到！啊，我的套装没了，消失诅咒的套装没了。